我叫毛蓉蓉，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，一个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女孩。我原以为爱情就像笑容一样的简单，没成想却被他撞了一鼻子的灰。蓉蓉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支持我，我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。什么呀？就是我申请到了去美国的奖学金。真的？所以我们分手吧。那个时候我明白了，爱情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愿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。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他。对啊，发出声音来。哎，好，舌头放松。好，知道了，那就处理掉。这个智齿非拔不可吗？长横了，你要不拔老发炎，拔了吧，一了百了。可是我特别怕疼。你要是不拔也行，那我给你上点药，你回去等着吧。回去等着，那能好吗？等着呢，你这颗牙就牵着旁边的牙一块疼，然后你再回来找我，我给你上点药，你回去继续等着。再等着，两颗变三颗，三颗变四颗，最后整口的牙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好吧，爸。那不怕疼了？疼只会疼一阵子，不会疼一辈子。长痛不如短痛，爸。好。我先跟你说一下流程啊，我会先给你上一点麻药。会有一点小刺痛感，不过没关系，很快就过去了，不会有太大感觉。你看这个针多细啊，是不是？来，你轻点啊。放心吧，没关系的啊。来，张嘴。你要轻点。是，放松，别紧张。眼睛看那儿，对，看正前方。啊！还没扎呢，还没扎进去。对，张嘴啊。哎，对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好了。下来了，就是这颗牙害得你吃不好饭睡不好觉，现在好了，没事。行了。坏的爱情和长斜的牙一样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拔完了就海阔天空，就翻篇重来了。哎呀，还疼吗？这怎么还哭了呢？这不都拔完牙了吗？怎么了啊？他不要我了。你怎么能说他不要你了呢？是你不要他了。没事儿，拔完就好了啊。什么呀？我说的是人。人呐，牙的事儿我能管，人的事儿我还真管不了。不过，事实证明这个医生当时说的话并不靠谱。很快，我的另一颗牙齿开始疼了。哟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疼。疼？哪儿疼啊？牙疼。那你别吃了，咱上医院去啊。不行，
我非得找那大夫算账去。怎么还疼呢？这个庸医。于大夫，嗯，你上次不是说了，我把那颗牙拔了就不会再疼了吗？为什么还疼啊？哦，我说的是你疼的那颗牙拔掉就不会再疼了。你这次是又上手，第三颗牙疼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来，张嘴。还得拔呀？这次不用，上点药就行。那你上次就知道我这颗牙有问题，为什么不一块治呢？为什么非得折腾我两次呢？嗯，这个你不懂，这得一步一步来，这不一样。你上次那颗是忘记痛苦的过去，必须拔掉。这次这颗是迎接美好的未来，上点药就行。来，张嘴。来，张嘴。蓉蓉，哎，看奖状呢。嗯，阿姨，这奖状挂这儿挺光荣的。我每次看到这奖状，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好，你能有这种意识，这很好。其实我把它放在这儿呢，也就是想时时的提醒咱们家的人不要忘记。嗯，这不管怎么说是个新房哈，有点不太协调。那这样，我先把它拿下来。先替你保存着啊，完了咱再挂。你看看这家里还有什么用的呀？什么这些有什么需要，你就跟我说啊。哎，找你呢！啊，恭喜你找到了！啊，有事儿？屋里谈。屋里谈。屋里坐下谈。屋里坐下谈。哎，草莓，这是我近期……行，谈事儿。就谈事儿啊！我这两天一直都……来来来啊，咱坐下谈。哎 ，sit down。有件事儿。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不知道啊。好，我提醒你，你大哥愉快又要结婚了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嗯，那有件事儿你不会忘了吧？忘了呀。好，我再提醒你，你说过啊，只要你大哥再结婚，你就跟我领证办事儿。你说，咱俩啥时候领证办事儿？啊。哦。刘草莓，你看你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我都觉得挺好。啊。但是我家里人吧，说你身上有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气质。
说你跟我这个搞艺术的不搭。你严肃点，我咋就城乡结合部了呢？啊，你咋追到手就六亲不认呢？你忘了你追我时候你说我啥？你说我这是原始美啊，又纯真，我又善良，我就是你心中的维也纳呀。维纳斯啊，对，维纳斯。那我现在咋成城乡结合部了呢？啊，我要城乡结合部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你就是那个土洋二鬼子，咱俩差不了半斤八两。其实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，你看啊，你画油画，我呢美发美甲，咱俩都是搞艺术的呀，这叫混搭啊。搞艺术的啊，阐述一下观点，阐述一下你对艺术的观点。哎呀，对的，没工夫跟你谈艺术，你跟我去通快话，啥时候跟我领着办事儿？走，快说。刘草莓，那我就给你一句痛快话。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。我是一个艺术家，艺术家需要孤独，孤独你懂吗？陷入世俗的生活，只会让灵感消亡，彻底消亡。我说过，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，不婚主义者万岁！万岁！你个大头鬼呀！哎呀，谈结婚你就说艺术，是一个艺术什么呀你？不是你啥也不是你！哎，啥哎？哎呀，每次跟你谈到这事儿，我决定了，刘草莓，我决定了。哎呀！难看吗？啊，草莓，这怎么还哭了呢？怎么了？大哥呀，你看，你都又结婚了，可为啥于妮还不肯娶我呀？他还说我。他说你什么来着？城乡结合不齐致。大哥，你说我是城乡结合不齐致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看我们草莓啊，从上到下，你说从哪儿能看出来是城？就是大哥说他去啊，大哥给你出气啊。这草莓，放宽心啊，不把这话当回事儿，不哭了啊。可是呢，这个于季这个臭脾气你也知道是吧？他恐惧婚姻，不愿意承担责任，这都是他的毛病。所以说你死心塌地要嫁给他之前，你最好再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，不用考虑了，我都考虑好了，我这辈子我非于季不嫁，我就嫁于季了。好，大哥支持你。哎呀，总算让妈放心了。咱家这三个孩子，就你让妈省心。我省什么心呢？我这又离婚又结婚的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麻烦。
离婚也不怪你啊。再说这种事摊上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就认命吧。就是可怜了孩子，你说离那么老远，这想见也见不着。呀，该长个了哈。听明白了，这老太太又想孙子了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一张飞机票的事儿，我明天就把虎子给你接回来啊。说的轻巧，你想接那华亭就让你接了。这倒也是啊，倒也是。我这蓉蓉还真是不错，你看人不嫌弃你是二婚，啊，你还带个孩子，嗯。啥说的都没有，就俩字儿，干净正派。哎，这是四个字儿啊。不过确实，我也觉得他疫情见底。你这是行了，了了一件大事儿。嗯。于季那儿，你说，找那么一个没文化的，那一个城乡结合部。哎，妈妈，我说这词儿打哪儿出来的呢？合着是出处在您这儿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说了啊！草莓特别烦人家说他城乡结合部，那可受打击了。再说草莓对我弟弟不错，是吧？最起码还拴着他的心了呢，对不对？这将来都是系列问题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该冲水了哈！我给你冲水啊！呀，这水有点凉了，我去给你加点热的。我下去，我下，我下去冲。你等着，等着，我去给你加热水去。我去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别费这劲，我过去。蓉蓉这孩子啊，性格特别好，我们娘俩也投脾气，真是要谢谢蓉蓉爸爸、蓉蓉妈妈找一这么好的闺女。客气，你们也宽宏大量，能接受我儿子，真是谢谢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客气啊，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们好，只要孩子们好，咱们就好。对，没错，一切都是为孩子嘛。还有就是这孩子们不是马上就登记了吗？我说这婚礼呢，咱也抓紧办。嗯，那我去问过那中介，他说要订那酒店得提前两三年呢。我这一听这就着急了，我赶紧就托人去。后来还行，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酒店，我去看了看，还真不错。那大柱子特别漂亮，大玻璃透的亮的，哎，它上面都是，可漂亮了。完了，后来人家说有好多明星都在那个地方办的婚礼。不，我说了不算，我哪天带你们也去看看去。哎，好，你们要喜欢，咱再订那儿。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好，哎，我去。哟，草莓，大哥，恭喜啊！哎，谢谢啊，恭喜！哎，哟，草莓啊，于季没在呀？我来看你的嘛。哎呀，我给你买燕窝了，这燕窝可好了。我这妈，你吃完就越吃越美丽。大胖惯了，这个都吃不惯。没事，妈，你吃，吃完我再给你买。哎，嫂子，草莓，这是爸妈吧？对对对，这是我爸妈，这是草莓。哦，我们俩妯娌，坐，没事，这当自己家啊。我和于季处好多年了，这没结婚，这不一直等大哥吗？于季说，只要大哥再结婚，他就跟我结婚。哎呀，可算盼到了。哎，嫂子，咱弄个集体婚礼吧，啊，那多热闹啊！这音乐一响起，梆梆梆梆，咱四个人咔咔咔走上，老隆重了。梆梆梆梆啊！草莓。其实等于季回来，咱们再商量商量你们的事儿。今天不是说这事儿呢？哎呀，我就是找不着于季我才来的，我就在这儿等他吧。没事，你们商量你们的啊。不用，那个亲家，那个我们先回去了。哎，别，哎，爷爷，这饭我都订好了，在一块吃了再走。不是，再说小有些小事还没说完呢嘛。啊，再稍坐一会儿。哦，那好，就当自己家，坐，来坐。哎，花了啊。那个草莓啊，这水凉了，去换点热的去。啊。来，亲家，你看这个，这就是于快12岁那年，他爸爸因公牺牲。我们授予一个烈士称号。对对对，这个蓉蓉跟我们说过了，说你们家是英雄家庭。说过了哈。说过。这个呢，就是当时奖励了一套房子。哦。就是这个，这不是快孩子快结婚，我这刚装修完。嗯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俩孩子一结婚呢，让蓉蓉他们跟我在一起住，这样呢，我还能照应他们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住不了几年，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自己收拾东西，就上养老院住着去了。哟，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呢，就作为彩礼送给儿媳妇儿，完了将来这房子就给大儿子大儿媳妇儿。哦，等这蓉蓉一过了门呢，就把那个
就写在上边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一家人。哎，这又是谁呀？哎呦，我来，我来。我们家人多，就是不寄我。哎，有可能于季哈，你看看是不是于季？于季来，你赶紧上于季家去啊。这么大酒气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大白天的就喝了。喝酒去了？哎呀呀呀，这是妞子怎么？不是下个礼拜才回来呢吗？欢迎我回来是不是？家里我家都不欢迎我回来。咱想姑子，咱俩想姑子。欢迎我回家了。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回呀，妈回呀！哎哎哎，哟呼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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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哎呀，嘘，不许报了，不许报了，媳妇儿。我认识。哎，于果，大嫂对不对？不对，二嫂，在这儿呢。二嫂也不对，那就大二嫂。别不礼貌啊！大二嫂，你在屋里戴个大墨镜，太不礼貌，不礼貌，真是。把这眼镜给我。怎么了？你这啊？怎么了？碰他眼睛了？我没碰他眼睛，怎么了？啊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这怎么弄的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咋的了？快说呀！咋整的呀？快说呀！怎么回事？跟哥说啊！怎么回事？他跟我提分手，我动手，他还手，我就成这样了。没吭气儿，进里屋听听去。是他有错是？哎，你说，你是不是犯严错了？你干什么坏事了？你是不是犯错了？要不然你怎么不吭气儿啊？我哥把你欺负。走，进屋，进屋。进里屋，走。好欺负，哎呀，你是好人，不能欺负我哥，听见没有？快给他们听，不能欺负他，不能欺负他，听着。哎呀，亲家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要不哪天我到那儿拜访吧。啊，胡说八道！哎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哎，别难过，你爸没事。老魏就是个屁，我都想你。现在不查了。哎呀，我去，大爷睡着了，快！大爷，喂，醒醒酒，孩子难受啊。亲家，你们过来。亲家，你别打孩子。算了，就是让你们见笑。好，孩子，我们走了啊。不说话啊！怎么不送我？送我这儿不送啊？哎呀，这就走啊！吃个饭吧。打我！大爷，吃完饭再走呗。啊，饭店都定了。走吧。也许今天是赶巧了，我看这孩子心里好像有点不太痛快。行了，一辈子就知道替别人考虑，吃亏还没吃够啊！你不替你自己想想，也不替你闺女想想啊！这样的家庭咱能去吗？愉快，他什么都不要就离开家了，凭什么呀？不是说他前妻有问题吗？他前妻有问题，他净身出户，他有毛病啊！搞不好啊，就是愉快有问题。妈。这事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怎么这么想啊？今天要不是雨果酒后吐真言，这些事儿还不知道骗我们骗到什么时候了。要我看啊，这个结婚证咱先不能领啊，这些事儿都没弄清楚之前，这婚咱不能结。
别呀，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结婚了啊！反正我不管，于季说过，他哥要再结婚，他就给我领证登记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我不能再等了，我不能再等，我不能再等了。那这回于季什么态度啊？跑了。咋又这态度？那他妈呢？理都没理我。咋还这态度？哎妈！我去于季家，你猜我碰见谁了？我碰见雨果了。哎呦，雨果喝多了。好像被男朋友给甩了，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，当着毛绒他爸妈面说的话句句戳在他爸妈心坎上，听着毛绒他爸妈脸都绿了。我看他俩这婚呢也够呛，一时半会儿结不成了。我看你就够够呛的了，你就不该去他家。你一去雨果又去了，这不火上又浇油吗？啊，愉快结不了婚，他妈也不能说他妹妹，可不就把气儿撒到你头上了吗？呀，是啊，你妈，那咋办呢？那咋办呢？快说呀，妈，咋办？怎么是咋咋办呢？咋办？听好了啊，妈妈，我决定给你们买套房子，就在画廊旁边，让你跟于季住。你就天天给他做好吃的，他想吃什么你给他做什么，抓住他的胃。抓牢他的人，听妈的，拴住他的胃，抓住他的人，我啥好吃给他做啥。妈，你说房子我想起来了，我婆婆当着毛绒父母面把家里房产证拿出来了，说只要毛绒跟于宽一结婚，就把毛绒的名写在房产证上。哎呀，你说他为啥对毛绒好，对我就不好呢？那我跟毛绒比，我缺啥呀？缺心眼呗。愉快结婚，你打算送点啥呀？送钱呢，多实在呀！不行，啊，那送啥呀？送这个，哎呀妈呀，金条啊！千足金，又沉又亮。一笑泯恩仇。哎呀妈呀，妈你太伟大了，妈这是我亲妈。我不仅仅是你亲妈，我还是个有头脑的女人。好好跟妈学着点儿，跟妈学。又到位了啊，又到位了，太漂亮了，回眸一笑百媚生啊。你们的老师美丽不美丽？我没听到。你们的老师好看不好看？对了，你们的老师对你们好不好？你们的老师不容易啊，你们的老师起早贪黑，明天见。你们的老师明天还要早起呢。你们的老师全是爱心。你们的老师，你们的老师宽宏大量，非常大度。你们的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点芝麻。你们的老师，你说你们家那么多事儿要处理，跑这来干嘛呀？蓉蓉，你听我说，昨天那是突发事件，雨果失恋了，刘草莓找不着于季了，都上家来了。我知道是突发事件，可是关键是我妈不同意领证了。啊？不，这么严重啊？主要是雨果说的那话，他说你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男人，离婚以后呢，把财产全给了老婆，自己什么都没留，所以我妈就认定是你的问题，是你红杏出墙，要不然你干嘛净身出户呢？蓉蓉，蓉蓉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还要我再怎么说呢？哎，蓉蓉，蓉蓉，这样啊，你现在就回家，你好好观察，你看看你爸你妈是不是还生着气呢？我啊，蓉蓉。我被撞了，我被撞了，我被车撞了，蓉蓉，蓉蓉，你笑了，你笑了，说明我的话你听进去了，那咱们就这么办，
我估计你爸你妈昨天说的是气话，不可能是真的。你回家以后，你随时向我汇报他们的情况，我就能想出办法来。啊，你想让我当卧底，还是你安插在我们家的卧底？哎，不对，我这是叫内奸呢，还是叫卧底呀？蓉蓉，你既不是内奸，也不是卧底，你只有一个职称，就是我愉快的老婆。又笑了，又笑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护送你回家了。蓉蓉，我进来了啊！啊，怎么了，爸？哎呀，蓉蓉，快！你妈牙疼，她疼得她直跳脚。哟，咱们送她上医院。去，那赶紧去吧。哎，快点啊！愉快，我妈牙疼，得赶紧去医院。啊，那上我那儿，上我那儿，我马上去啊，我马上去。哎，愉快啊，你好好看看啊。哎呀，我叫她忍着点，忍着点，可是她疼得直掉眼泪，你知道。这儿吧，啊，漏神经了。哦，漏神经了啊，有点小炎症。哎呦，我说怎么这么疼呢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给上点药，先消消炎啊。放心吧，叔叔。啊啊，好的好的。阿姨没事了啊，等炎症消了，我就帮您把那坏牙清理了，就彻底好了。他说谢谢你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其实我今天我这么想的，叔叔，本来打算今天呀，去拜访你们一下，想登门谢罪。哦，那不是我妹妹吗？上次我妹妹喝多了，闹了个大笑话，惹您二老生气了。哎呀，我训她来着。啊，我说你不能这样，你哪像个小姑娘样？有没有点家教啊？哟，这把人气的，这气坏。坏了怎么办呀？后来他特别后悔，他就说呀，非得让我转达对你们的谢意。啊，是吗？啊，不是，对你们的歉意。您放心啊，我对蓉蓉那绝对是100%的真心的，绝对不掺假。我要是骗您、骗阿姨、骗蓉蓉，那就让我不得好死，让我天打五雷轰。哎，呦呦呦呦！哎呀，别说这个，别说这个啊。愉快啊，我看你也忙了大半宿了，要不这样。叔叔请客，咱们去吃早点。行，吃早点，吃早点。那您不能请客，要请也是我请。哎呦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我妈生气喝粥。喝粥，喝粥。那阿姨还挺懂的。那咱就喝粥去。哎，来了来了。阿姨，粥来了。好好好。爸，你最爱吃的包子。呦呦呦，好好好。叔叔，这大包子。好好。走，有。喂，啊，师傅呀。啊，什么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来，这就来啊！哎，好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书吧里有点事儿，我不能吃了，我先走了啊！不是，等会儿还没吃饭呢。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那这样，您带个包子在路上吃。啊，那好，先带一个就够了。一个够吗？那行，愉快啊！哎，回头再说啊！哎，好嘞，不着急啊，叔叔，不着急，慢点走啊！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。老头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岁数大，我才压着我的暴脾气，在这儿跟你好说好商量。小伙子，你说话你要讲道理啊！我怎么讲道理了啊？什么什么都能留，我怎么不讲道理？别人放在这儿东西我都捡起来给他们留着，你怎么你把人家都给眯起来了？哎，你良心黑了，还都是什么教书育人的？是，我是教了一辈子，教你的学生到底什么叫这个拾金不昧啊？我不可能拿你东西。你看看你长得仪表堂堂的，你怎么说话不好好说呢？我怎么不好好说话？这是长辈，你尊敬点好不好啊？这五讲四美三热爱你白学了，有事说事儿啊，什么事说清楚了。合着行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我站在这儿看书，那我把手腕这个手表摘了，放到这儿，走时候忘拿了。回来之后，今天我来找了，没了，让他给眯起来。没了，你怎么确定是我爸拿的？行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吧？怎么？你想怎么着？赔钱吧。我这人呢，面善心软，
这尤其啊，也见不得这种人啊，可怜巴着劲儿的。这么吧，老头儿，我今天呢也不跟你们计较了啊，你呀、啊、就给我拿10000块钱来，哎，咱就把它私了了。什么什么呀？你就10000块钱啊？你讹人呢你？我都是祖传的古董老表，要你们家1000块钱便宜你们了。小伙子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我听明白了。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啊！你说你昨天来的是吧？啊，没关系，是不是昨天来的？你是不是真来了？咱一查就知道了。反正这儿有这么多探头呢，是吧？把录像带一调出来，一查就清楚了，是不是？这事儿好办，啊？什么？啊，还有拍特写的，听听，还有拍特写的，太好了，那更清楚了。不是，如哥，咱们家没有。叔叔，你先别说话，阿姨去拿录像带。对对，没错，你们去拿，拿来给他好好看看。哎哎，媳妇儿，快，没事，去。等等，别，等啊！那个，我想想啊，我这个人特别好学，这个昨天啊去了这好几家书店，哎，对了，咱们这书店叫幸福书吧，幸福书吧，边上还有一个快乐书吧呢，这俩词儿差不多，你别弄混淆喽。瞧我这技巧，我这脑子真的，你看看，我记错了，你自己记错了吧？你跑这儿闹事来了？那个，我到那边快乐书房拿我的老表去。先别，我去，我去快乐书房去。你看你别去，旁边没有快乐书房，你不要去。行了，爸，你还为他操心。旁边哪有快乐书房？是没有快乐书房。你脑子怎么转那么慢呢？那就是一骗子，行吗？哎呀，你真是的。行了，没事儿了，刚才是一误会，不好意思啊，误会。叔叔，没事了啊，放心，有我在，咱们什么事儿都不怕啊，有我在呢。哟，真没看出来，关键时刻这脑子转得还挺快的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蓉蓉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不是我脑子转得快，这是因为，主要是因为我读的书多，《孙子兵法》上管这招叫将计就计，用现代词汇解释就是技术性攻心战。对付这种坏人，必须上手段，不能便宜了他。他明摆着是来讹钱的，整他上手段。行了吧你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没有心计呢？啊，以后我得防着点你。你，蓉蓉，你防着我干嘛呀？我上手段，我都是对付坏人的，你防着我。不过呢，你今儿算一功臣啊。不但帮我妈把牙看好了，还帮我爸解了一围，得打。哎，蓉蓉，我觉得吧，咱爸那小店以后还真得装个小探头，你觉得呢？防着点是吧？装了踏实。没事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啊。你说我都这么优秀了，咱爸是不是这回得原谅我呀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咱妈没有理由不原谅我。他还真不一定会原谅你。不是。那哪行啊！把你淋湿了，感冒怎么办呀？再等等吧，实在不行再说。你就算往雨里冲，那也得让我掩护你，是不是？笑什么？
竟会为什么激动，向左向右，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，陌生熟悉，理解了对方，也认识自己，牵手放手，学会了该珍惜什么。就